大家好，我叫木吉亚，云朵叔叔的今天就分享给大家。我们需要的食材有盐、30克白砂糖、玉米淀粉和4个鸡蛋。我们打蛋清时候要注意，盘子里不能有油和水，不能让蛋黄流进来，要不然就打发不起来。打发成这样后，再加30克白砂糖，再加入玉米淀粉。蛋清打发成这样掉不下来就好了，再加点自己喜欢的果仁。我们再让它在150烤箱里面待20分钟就可以了。你们看，香香美味的云朵酥肥就做好了。